火了，着火了，哎呦我这哎呀好香啊，外国人，外国人能住的地方，我们新疆人为什么不能住呀？我们不是中国人吗？外国人能住，我们为什么不能住？我们就想知道，我们不是中国人吗？你们说说，这是什么法律，什么规定？粉丝们评论区见，拜拜。好好咱们中国不缺粮食，粮食够吃了呀。没有，中国你想看差不多14亿人口了，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，要进口的，是吧？这个要进口一部分。我举个例子，大豆，大豆也是吃，我们中国人吃豆腐，每年进口大豆7000-8000万吨呢。您看到这个数字什么感觉？现在国家还有钱买粮食，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粮，那就麻烦了，然后我肚子啊，这个是问题，是大问题。这是什么情况啊？镇西这块啊，这不都来啥玩意儿了？太吓人了。哎呀，这天哪，哎呀，厂子那儿都看。看看这啥天呐，染物种啊，去俄一样染娃娃的，这年头啊，操蛋了，过来了，往这边来了，这他妈是啥呀，这是啊，饼啊，跑路了。去他妈的吧，往猫吧，往哪猫吧，快跑吧。